这张爱心义卖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募集的二手爱心物资非常丰富，包括册本、电器、七套物啊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外，其中这个单位上届受到妇女朋友的欢迎，像这项故宫博物馆的古董商品摆出来，马上就有人买去。因为我看到没有人买啊，所以用做爱心就把它买起来了。帮你花了多少钱？2500。我是觉得说汇集这么多的爱心，那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些赞助的这些，不管是厂商也罢，不管是各个家庭也好。义工妈妈表示，虽然时机越来越不好，但是在大家努力劝募之下，各界爱心助助的行动不减。我们义工妈妈们啊，跟社区的居民啊，大家都很有爱心，拿了很多的物资啊，过来做义卖。为了要赞助家父奖助学金，县内算命社团在义卖现场摆摊服务，并且捐出营业的所得。另外，也有企业赞助气球的 DIY 义卖。这只是什么？瓢虫。瓢虫哦，它可不可爱？可爱。主要就是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小朋友喜欢的气球，然后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台塑石化公司亲子团康社的社员准备的一些法式。然后我们有一些平常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小的一些饰品。婚姻家父这项爱心义卖活动已经举办真多年，也帮助真多弱势学生来就学。为着要回馈社会帮助，长期受助家庭在现场投入义卖工作。家父哦，个囡仔事实讲足困苦啊，我希望讲这个神心灵师哦，会当尽量来帮助家父这个小朋友。每年这点爱心妈妈拢会牺牲休假来参加义卖工作，帮助弱势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因希望大家爱心行动，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